香一点。小树真可爱。好了，好，现在出门了，来吃饭了，好吧？哎，我是小孩子小，我是丽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吃一家米其林的一星餐厅，全基隆最有咖是一星的餐厅。小朋友，你们两人在做什么？休息。休息，肚子饿了吗？饿了，小。我坐你旁边吧，可以吗？他这边。什么水啊？有味道吗？柠檬水。我的爱是柠檬水。套餐的。有冰川好像就可以，对啊。老板招待偷刀，有没有要吃花生的？来吃一个，吃一个就好。它很香哦。花生，你吃一个，可以试试看。你决定花生的，快点。这里面有那个，有些都是独立的，有些不是。这个人。我们四个人算多了，旁边有两个了，四个人。三。后面 view 很好，非常漂亮。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上课？因为今天是校庆的补假。那小猫咪怎么没有上课？它也是校庆补假。爸爸怎么没有上班？要妈妈，你为今天为什么放假？每天都放假。每天都放假。没有，其实我每天都在工作。之前还没有机会，我帮你折衣服呢，多孝顺的，多孝顺，你看，来帮忙折衣服。我的头也拍进去，因为应该有头这样会广角变形哦，但应该广角变形。这样广角的地方，它脸会，脸会拉更长。就像妈妈现在坐在这位置是最不自然。对对。整个都那个1.5倍哦。所以妈妈你要，你想要来练指甲，用筷子夹。来，我们来玩游戏哈。你就把这个夹到这里。好不好？夹几颗再吃几颗。没有没有，夹几颗爸爸帮你吃，没关系。好厉害！我们来计时好不好？要不要？好，那我吃。好好好。好，来这些。这3颗你吃掉，你先吃掉。不能去吃3颗，爸爸会长皱纸。爸爸还很年轻。来哦，要计时1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好欢乐！我们30秒就好了，1分钟太长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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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盘应该都爸爸吃了，对不对？我先吃一颗。好，吃一颗。哦，你吃一颗的。好硬啊！好，时间到。2, 4, 6, 8, 10, 11, 12, 13, 14, 16，16颗。这算台式泡菜。很烫啊，可以先吃点肉肉。它实际上也很好吃吧？这看起来没有一星的。可以，不会烫。走，这里会烫。有一些肉肉。
对啊，就是你喜欢吃豆圆也吃没关系，爸爸吃喜欢吃花生。叮叮叮叮，有人夹太多肉了，爸爸，有人夹太多肉了，你看有人夹太多肉了。这是你精心调配的那挂包肉吗？请问你觉得这道菜好吃吗？哎，我都还没吃到嘞，光顾着讲话。我们下次应该就再来了，妈妈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吃。我来一个挑战，不能说你我他的挑战。好。只要我们俩，我先暂停的。你现在讲我了。没有。啊，还有暂停的嘞哈。开始。谁跟谁挑战？爸爸。挑战什么？讲三件事啊，我不知道，你再听我讲。我爸在讲啊。很好吃，应该很好吃。妹妹已经吃了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要不要？起来！起来！走，我们来一起吃一口来。小胡来，我们一起吃一口啊！你开始了吗？你没跟我讲啊？好，那再重来重来。它是我们可以去吃小美的这个零食卷。好，帮我带上去。好吃哦。这样可以吗？还是这样可以吗？真好吃。啊？它就是有那种洋葱的脆脆，还有那个饼的酥脆的感觉，然后里面它肉酱爆出来，爆发出来，超好吃。公主殿下，请再吃吧。对它非常的好吃吗？猫咪喜欢吃这肉吗？嗯，可以哦。小欧喜欢这样包在一起吃，可以吗？爸爸最可怜，只能吃这个豆渣。我很爱那个。那女人都不吃啊！我今天难得看你吃东西，觉得这么好吃的。哎，下次去瑞芳买挂包给你吃可以吗？一定是布丁吧？啊？不想要调节哪里歪啊？清炒水莲、荷叶包、蟹肉、豆腐、紫菜灯，这里有的水莲，还有的根，还有的饭，这样而已，还有山药啊，这些都清光了。妈咪要吃吗？我帮你煎成一样。好吃。这道妈妈也会做啊。就像肉丝而已啊。清炒水莲来，爸爸先吃下后再炒。知道好吃吗？你连这个都喜欢吃，吃起来很像什么感觉？跟刚才那个面包一样脆。对对，吃起来脆脆的。然后呢？嗯，好吃好吃。菜的汁很多。哦哟，这么多啊！而且咬起来。这道好吃吗？赞！我给你拌一下焖饭哦。爸爸只能吃泡菜跟花生。这么好吃啊！还有紫菜。
这样就好了吗？还是要再多一点？这样就好。好。小红觉得没到最好吃，对不对？我喜欢的其他东西，就是我爱的，我还是要吃。它有像油饭的口感，要不要吃一口泡菜？最后一颗头刀。小丽要再吃饭吗？帮你去办。这换你留。这样很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成交。这是小丽。妹妹，你喜欢吃挂包吗？喜欢吗？上次点炒米粉，点上点上面吃一下。现在都不吃了。大家欢腾，哇，我的天哪！为什么？你喜欢吃这个？我喜欢。好吃吗？你要填完了呀？你现在会躲，以前都不会躲。我是在刮胡子。妹妹说这个是在刚好。嗯。妹妹你说什么？妹妹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紫菜汤很好喝。是不是？你看它应该是胡椒粉，你那一碗不喝了。所以你可以喝多一点。你想按照大清律律，要帮你喝这碗紫菜汤，要做什么事情？我手上快是握手。打勾勾。打勾勾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没有就不颁给他了啊。十个。买十送一，对，嗯，我没有强迫你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我没有强迫你做吧，对不对？你看，